锵锵三人行，林奕华导演很高兴还在我们这儿，在北京怎么就香港人越来越多了啊？没错，现在你不觉得上回我们见到陈玉慧也说，在北京碰到的台湾人也越来越多吗？嗯，对对对，而且是这次是携着包法利夫人对这出戏而来啊。对，没错。不过呢，我正巧你们俩香港人在这儿，我得跟你们打听打听，最近香港闹风暴了，香港中大风暴。 对，原来是个情色风暴，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文道给我们先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因为是我的母校啊，对，怪不得呀，出人中文大学是这样的，中文大学的学生报呢，它向来在香港这种，它的学生报有个传统，就是讲我们要批判现实啊，批判社会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呢，最近几个月，他们的学生报多办了一个版。 其实是一个版而已啊，那个版就顶多2、3页。对对对对，它有个问卷调查，那这个问卷调查它问很多问题，它大部分的问题问的都是你觉得做爱沉闷吗？这一类的东西。还有你想跟哪一种动物做爱？对，然后呢？文道的母校啊，对，这2条问题就出来了。2条问题是成为大家焦点的。第一条问题是你想跟哪一个家庭成员啊？你对哪一个家庭成员有性幻想还是怎么样？父母、兄弟姐妹，想不想偷窥他们做爱？想不想偷窥他们做爱？然后你最想跟哪一种动物做爱？对。结果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呢，就很多报章杂志就把它转载出来，说大学生去问这样的问题。嗯。然后有人呢就去投诉，香港有个社请及不雅物品审裁处。嗯。那么他们收到投诉。 结果现在就判了这个学生报是2级不雅及淫亵，严重嘛？对，很严重，很严重。这判到这种程度呢，是可以上法庭负刑事责任的。但我看那学生们，中大学生们不还游行吗？抗议呢？有一小部分，一小部分。那么在香港就闹得很厉害，因为香港过去几年一直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现在大学生好像越来越淫秽。 就是说，其实，在这个事件之前呢，已经很多人说，现在什么迎新营啊，这一类里面太多的色情啊、性啊方面的话题，然后大家就拿着这个拼命讲，然后就说现在大学生都不要脸啊，怎么触犯这种社会禁忌，又讲乱伦，又人兽交，就这样了，一直闹下去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大学生是很多迷失的其中一个重点哦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说，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面啊，就好像他们已经是一种。 很特别的对一种高等的动物，我们叫天之骄子啊。对，以前是这样子，但是今天你问大学生，我也试过有一些场合，就是提出一些对大学生或许大学的一些要求的时候，大学生会自己站起来，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做这种梦了。我们其实也只不过是想要安定，我们只不过是想要说拿到一张长期的饭票这样子。所以好像大学生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幻想都破灭了。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一个适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觉得说啊，我们很害怕性这个。 这个东西，所以如果大学生做出一些像禁忌的一种触动的话，我们又觉得他有责任，所以他不能够做一些我们都不敢想、我们都不敢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变成大学的这个大学生身份这个神话化，我觉得就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现象。那你说这种探讨人兽交、探讨乱伦出现在校内的出版物上，这种现象，你们觉得好吗？不好？我觉得好啊，行还是不行？我觉得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 本来，首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，就是，这个学生刊物他问这样的问题啊，我一直认为这个刊物他的问问题的方法有问题，技术性的问题，它是技术问题。技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这一类的讨论，最近几年其实很多人在谈。 台湾也有一个教授叫何春蕊，甚至对去年还在被告上法庭，就是因为大家说他鼓吹人兽交，对，其实是这样，就有点还有 SM， 对，还有 SM。用大陆的例子来讲啊，其实台湾的何春蕊跟这回的中大学生报像大陆的谁呢？李银河，但是呢，这种东西啊，人兽交，乱伦，所谓乱伦啊，我叫近亲这个性行为，像这种东西呢。 其实，在很多地方都讨论很久，就是一个当然是学术性的一个题目，对，一个学术性的题目，大家可以很认真去讨论。而且我要说的是，在有些地方它是合法的，法国呢，美国人兽交，法国近亲相奸是合法的，人兽交呢，人兽交在德国跟丹麦是合法的啊，对，是合法的，真的吗？你买了机票了吗？ 太爽了是吧？你觉得？德国这个，德国咸猪手啊，怪不得。对对对，好快好快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我不是说人家都合法，我们也要超英赶美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我们应该去看这个问题呢，它并不是在全世界普遍的被禁止的，而且一个东西成禁忌啊，禁忌好玩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被禁忌的东西首先是存在的，它才会被禁忌。比如说我们不会禁忌去谈人头马啊、独角兽，因为它不存在。嗯，一个东西一定是存在，我们才会变成禁忌。OK。第二呢，就是成为禁忌呢，更妙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都不谈这个禁忌本身，假装它不存在，您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禁忌的不是乱伦，我们禁忌的是不能谈乱伦，我们禁忌的是我们假装没有乱伦这种东西，而且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东西，我们也想象不到。结果今天呢，问题就在于有人提出来了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很被冒犯，所以我觉得这学生提出这个是很正常，只不过呢，就是他用这样一个态度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最想跟哪一个看哪一个家庭成员做爱，偷窥他们洗澡呢？但是他这么问的时候呢，他沟通技巧不够，因为我们的读者那么保守，我们社会那么保守，他没有想到，所以你可能要铺垫一下，就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？我们是想做什么？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缺我这样的人去给他辅导。哎，没错。主持人整天干的就是这个，对，主持人就到最后就会发现，实际上什么也可以说，但问题是你怎么说。对，对吧？这个语境很重要。对，那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？其实还蛮严肃的。我自己一直在看这个刊物的时候呢，就因为我想写一篇稿子，整理一下我的想法，我就看到说，当中就有很多的 anxiety。非常多的焦虑，非常多对性这种东西都不肯定，因为这个社会到底不是鼓吹年轻人有性的，最好你就是结了婚。在家里关上门才有性，对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我们所有给师奶啊，给那些 OL 看的那些周刊，每一期的那个封面其实都在讲性。对。我们走过那些所有的巴士站啊，那些灯箱都是性。对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们的年轻人好像吸收了这么多的资讯，但是他们就能够自己按照这个所谓的那个正统的规范，完全知道那个游戏规则？他们不按那个游戏规则来探问一些东西，马上你就给他定罪，我觉得这个很恐怖。而且香港的传媒就是虚伪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就是像最近这个事件里面，批评这帮大学生批评的最狠的，骂他们骂的最凶的，风月版的，对，就是那些在香港叫风月版办的最多的报纸。就那种报纸是怎么样？它是有每天有400，我算过，我还特别买回来，这回来平常我不看那份报纸，是特别现在买回来看，它有400。然后这400里面呢，那些标题啊什么都非常耸动，然后很多的图片，然后他现在这份报纸却说现在大学生很堕落，那么我就觉得，除非你这份报纸你是完全不希望自己给大学生看，OK， 你可以这么做，你如果我报纸上面头版写得清楚，本报不卖给大学生，我们不卖给大学生，对，大学生不宜。OK， 那我觉得 OK， 那你还算是合理，对不对？责任，对，有责任感。责任，但你不是，那你是不是大学？而且如果你大学说我们禁止同学的刊物出现这些内容，请注意它。而且我看林奕华文章写的很对，没有什么图片，对，全是字而已。而且那些图片也很怎么说呢？那些就是所有的图片，风月版嘛，那些图片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得到，就是画一些很怪形怪状的一些怪物，然后那个舌头会这样伸出来，然后他的手好像一个蜘蛛，或许这个人根本那个身体呢只有一个屁股，然后在抽烟，这种东西哪有人看见了会觉得啊兴起？对啊，但这些报纸你怎么可以就这么去判断它呢？而且香港的真的是所有的杂志啊什么都在谈性嘛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已经也是发展到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步。我最近看到香港一期的周刊啊，某种周刊，它的封面的标题我是不懂的，我看了半天，那我一直想买，到后来我想买的时候它卖完了。它叫做新的名词吗？不是，它的字是组合起来，我不懂，每个字我都懂。它的标题是这样。香港现在有个电视剧，里面有个人物叫大气啊，对，他说大气那个大干妈，对，大干妈，对，大气，弑夫、奸淫，抱传淫文，那是戏气，戏剧是吧？不是，是戏气，塞开，对，然后写那堆字，那些字呢就是淫啊，对，奸啊，然后它组合起来。我觉得它是有意思，但是我看不懂。就是《金瓶梅》里面的潘金莲。就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在那个连续剧里面就有这个戏气这个人物，他就是一个second wife， 所以呢，他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那其中现在要发展到一个情节，就是那个大老婆要病死了，就是《金瓶梅》里面那个吴什么，然后他来当权，但是他那个权呢还要很辛苦的争取回来，变成性这个东西，就是所有要权的女人就是会有性这方面的一种挑逗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然后另外一期呢，就是也是最近一期。我临上飞机前看到一本杂志，它的封面是再造人沙滩滚奶，这就是新名词了。对，滚奶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它是这样，它是狗仔队拍到有3个女星穿着比基尼，到一个沙滩去晒太阳，然后呢，他就指出来这3个女明星呢都是再造人。什么叫再造人呢？有整形吗？对，整形，假的，一个装过胸，一个整过脸，那么3个人就是再造人了。由于3个人呢都这样子趴在沙滩上，这不就滚奶了吗？这个节目真是无所不谈哦！我不相信在无线电视我们可以这样，所以你说在大学生里，他在学校里，对，他还只是提问，你想跟父母还是姊妹什么发生关系？我告诉你说，你校门外头成年人办的这个杂志都在搞这些。我那天看见一篇标题，就是我已经上了嫂子的床了。哦，他都付诸实施了。这个还蛮就是实事求是的讲一句话。他刚才讲的所有那些例子呢，他其实当中有更多的一个东西是恨。其实性背后的那种恨，就是得不到的东西，或许就是想得到各种各样的，但是得不到的那种牙痒痒的那种感觉啊，那种仇恨的文化，其实在香港这个周刊的封面上面，常常是用就是说明星的这个名义来宣泄，对，恨，对，那个恨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像说一颗恨嫁的心，那种啊，对，牙痕的那种，对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林导演讲讲。其实我觉得你刚才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说有些报纸它特别多风雨版，但是它也会把这个新闻就渲染的特别的大。但是我想讲的是相反的，就是有些报纸它一直都鼓吹就是说知识很重要，但是有时候它在报道这个新闻上面，我也觉得它的立场特别的保守，就是它也不会说用一个比较文明的，或许一个我会叫比较 liberal 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还是用那种所谓社会的道德力量，对，就是说你们不能随便去低估这个社会的反应啊，我们多么的重视家庭价值啊，这种东西。那教育是什么？教育就是你要认知到一些新的观念，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要永远只是按照一些规矩，然后我们不会自己去思考问题。那大学生现在真的有踏出一步，他想告诉你说我要思考性幻想这个问题，那你马上就告诉他说你不能这样做，因为这会影响到社会价值。那我觉得平常你的教育版办那么多页来干嘛？对对，满社会的男盗女娼是吧？但是你把矛头对向小孩子。而且刚刚讲教育，我就想起来大学生，我们是应该放弃对大学生的很多的幻想，比如说像在美国可能开货车司机他都是大学毕业生了。对。可是问题是，大学本身跟社会上别的一些的机构啊，大学跟剧院跟很多地方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。它有点像剧场，有点像电影院，有点像一个艺术活动的地方，就是它是一个实验室。它应该是可以容许很多不同的观念在这边出现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想到一个例子啊，就是香港这几年，其实大陆也是，我们每次说到我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，要国际化，言必称哈佛耶鲁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哈佛大学有个学生办的性刊物啊，对，叫 H-Bomb。几年前非常轰动，那么最近呢快要垮掉了。那垮不是校方压力，是校方说我们让他办，但他自己不来注册，怎么样就没办法再赞助他。这个杂志是怎么样？它不是中大学生报那样子，里面就2-3版，它是一整份，有照片、有图片、有小说，什么都有。然后呢，它里面的照片的模特就是学校的学生。哦。然后呢，那学生上去呢就搔首弄姿，还裸体的，然后里面还谈自己的性经验，我昨天晚上怎么样上了谁，我很爽，如何这样子。那这份杂志刚出的时候，美国媒体也是很兴奋，就说哇，那不是一般的哈佛，哈佛在办这个，抓到你的鞭子了，对，抓到你们哈佛，哈佛是谁啊？而且哈佛是个牧师的名字啊，大家想是牧师办的学校啊。然后呢，结果去问哈佛校方。哈佛校方就说，哦，我们就所有的学生刊物反正都是一样嘛，就是你要符合一个规定，什么规定？你的工作人员要起码有两个，你要有一个年度预算案，哦 ，OK， 这就可以了。注册的问题，注册对，就是这个问题。然后他们就来注册，注册完了，哈佛校方说，那校长这样说，对，注册完了，然后呢就问学校你会不会审查？说我们向来没有审查学生言论内容的这种传统。哎呦，这我明白了，这还真是。跟着学生会，哈佛学生会还出钱赞助这份刊物，那么。你在骗我们吧？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就是说你在骗我们。我一说香港就会这样讲。然后对，然后耶鲁大学，这个哈佛这办自己办不好快垮。耶鲁有一个很厉害的，耶鲁有一个叫 Seth Wick 信州，他每年都搞一次，整个校园里面摆摊档，然后有些人就会卖性玩具什么。然后他也有一个刊物，那个刊物最近一期才厉害，里面有篇很长的文章，他把女性的性器官、下体。分成18个部分，详细解释，无论你是男你是女啊，你怎么样让你的伴侣，如果你的伴侣是女性的话，得到莫大的满足，非常详细写下来，然后全在讲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香港的大学啊，现在那些校长啊，或者是管教育的官员、社会一天出来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哈佛？我猜因为他们的性生活不太愉快，是吧？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还蛮 reflective 的，就是它很反映一些事情。就是说，你看到那个东西，马上那个敏感的神经会这样的跳跃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因为比如说，我看到我还抱着很大的期待，以为有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然后看了之后我就。觉得说，真的，我觉得说，年轻人就是有这些郁闷，因为他们都很不肯定。比如说，他有些文章啊，就是当然没有像他刚才讲的那些那么的刺激啦。就是比如说，女生她会觉得说自己很爱自己男朋友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男生能够满足她，所以她就要幻想她的男生变成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她用自足的一种方式来得到满足。在她这段时间。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床有一点滚动，然后就摇醒了她的男朋友。然后她男朋友问她什么事情，然后她就说我很爱你，然后就抱着睡觉，然后她感觉上就很舒服。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，你当然你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当成是个挑逗你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当中它真的有一个还蛮放在那个刊物里面，就是一个女生她有的那种对自己的一个怎么样才叫幸福，怎么才叫快乐。的一种探讨，关键是某些人根本就认为啊，他还是那种印象的大学生纯洁的孩子啊，怎么能谈性呢？还唱橄榄树？对，怎么能谈性呢？什么 SM 怎么能探讨？大家应该在树底下抱着吉他在唱歌那种。对，外国的澎湖湾呐，他是那种调调。哪里来？是的，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不符合我认为你是什么，但你不是，我就讨厌你。但是他刚才提到耶鲁也好，哈佛也好，他。其实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外国人嘛，白人嘛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说，对啊，白人比较开放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真正要讲家庭价值的话，也许我们要来探讨一下，就是外国人的小孩子，爸爸妈妈是怎么带的。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他们自己走路，什么时候让他们问问题。小孩子问问题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会不会一个巴掌打过去，就是问什么？这个就是那个文化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，因为小孩子很早就会自己走路，很早就会问问题，很早就把爸爸叫做 Bob 或许 Mary 啊，你不会说啊你干什么？你那么不尊重我们。是。长大了之后，他们很早就变成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成年人。我们今天在香港最大一个问题就是，所有的那些电视节目啊、报纸啊或者什么，大家都常常会丢一个问题出来，就是说这个如果给小孩子看到了怎么办？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小孩子一定会看到呢？还有就是说，小孩子他就算看到呢，难道大人是死的吗？大人不能够跟他解释吗？讨论吗？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反映的更严重一个，不是小孩子、年轻人的问题，是大人的问题，是我们的文化根本没有大人。大人我们都没有成年人节目，为什么人家日本可以在晚上几点钟之后有成年人节目？为什么台湾也有成年人节目？但是我们香港就是所有人都是小孩子。大家都要监管对方，彼此监管，就是说乖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这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香港的确是，像我们刚刚你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话题，我们在中间广告时间的时候，林奕华才谈起，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话题本身，我们今天这么讨论，我们完全不是在宣淫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，很严肃的。对，像这样的讨论呢，对，有观众这样的讨论呢，在香港没有任何一个本地的电视台会去。连有线也不会，有线电视也不会。这个社会是一个，我们的杂志封面都是在叫人沙滩滚奶，但是大部分场合底下，大家都要是非常的纯真，然后让整个城市充满同志般的爱，然后每次宣传香港这个城市，就会一帮小孩子出来，在这个草地上铺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心，像这种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很装幼稚、装可爱，装可爱是香港很重要的一种文化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照你刚才说的，其实啊，大学校园里头这个思想自由的碰撞交锋程度，甚至还应该比社会上更前卫一些。理论上才对，理论上一般西方国家这样，它就是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地方嘛。但是你知道最近大陆都聊什么呢？就是像你说香港的大学生太实在了，现在的大学从1年级开始就就业辅导，就怎么找工作呀？从2年级学生就出去实习，现在这个问题有争论。职业训练班，对，说这也好啊，跟社会接轨啊，甚至有的学校把这个就业率当成这个专业吸引人的一个指标，就是我这个多少人找着工作了。所以现在争议的一方他就提出来说，就是你们说的嘛，大学本来就是应该各种先进的思想、前卫的思想，甚至不一定正确的思想，在交锋讨论碰撞的一个园地啊。其实这是个思想之母啊，这个往往这对不起，我要举一个很娱乐的例子了，听听看会不会很就是不切实际。我认识一个演员叫吴彦祖，22岁香港回归的那一年，他就背着一个背包去了香港，他只是想看看香港是什么样子，回归是什么样子。结果呢，他所有钱花光了，然后他留在香港工作，然后一直到今天，然后他就今年拿了一个最佳新导演奖，拍了一个香港没有人会拍的电影叫《四大天王》，来反映香港的那个流行音乐界的现象。好了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就觉得说，他也刚好是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毕业生，他今天变成是很多人的欲望，很多人可能都觉得他，哇，看到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兴奋，但他有自己的想法。他可以今天卖广告成为什么品牌，在这边所有的地铁都看得到，但是他还是会走到大学去。我带他去，然后他跟学生在谈说，他很多时间会放在，比如说他跟他女朋友去非洲去盖个房子，晚上8点钟就已经没有电视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两个人就看星，然后就聊很多事情。生活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一种你的态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大学。